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来新加坡最便宜的牙医诊所南洋齿科。OK， 我今天是觉得这边牙齿觉得怪怪的，所以我要来看一下，看有没有蛀牙。然后再来就是洗牙的动作，因为洗牙是半年到一年要洗一次，看每个人的状况这样。对，这我们医生自我介绍一下。好啦，我乔林日志要进去咯，那等一下看完之后再出来给大家看。这是南洋齿科的大门，给大家看一下啦。进去一样要做 safe entry 哦，才可以进去哦。OK， 好，我们要进去了。这边只有一位医生，叫做潘龙海医生，他人本身还蛮亲切的。然后这一间全部都需要先预约才可以哦，那预约可能都要等一个月至两个月之间。然后如果你是牙齿有急诊的状况的话，建议大家没办法来这里，因为这边真的要排队排好久哦。好，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诊所里面的外观，整个白色的墙非常的干净，然后主要以木质结构下去做装潢。然后这边一样有 safe entry 和一些注意事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然后接下来是跟大家讲一下这边的价目表。这边问诊呢是10块钱，然后 X 光的话现在价格有变动，大概150至200。然后洗牙跟拔牙齿跟补牙全部都是50块。那这边也有做假牙、牙桥跟其他的一些治疗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然后这个是我朋友他在其他间牙医去看的，所以新加坡看牙通常会比较贵，都要100到200之间。所以相对来讲，潘龙海医生这边他是他的license， 然后我们觉得这间是全新加坡算是便宜的之一。哇，坐。什么病吗？没有。吃什么药？没有。我紫色的。这个是黄金针，洗牙有两个步骤，一个是洗牙，就是洗掉牙齿，用这个洗掉牙齿，洗掉牙齿，牙石、牙结石，这个呢黄金针洗掉牙齿，这些咖啡、咖啡茶的这些啊，这有两个步骤，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这个。然后这个是擦的，这个是玻璃针，我们放在上面叫玻璃。哦，玻璃，好酷哦。两只是什么？这是补牙用的。补牙用，那这个是冲？这是喷水用。喷水用。喷水。哦，喷水。好酷哦！好。在台湾没有看这个牙医。有看过，只是不懂这个英文。拜拜。看完了。50块。所以预约打这个电话。对。OK， 那你们 holiday 还是什么？没有，这边有写。这边写。公交日没开。然后所以1月1号没开了。拜四也没有开。好，拜四没开。哦，礼拜四也没开。礼拜四。OK， 好，从下个月开始。所以2022年的2月开始，每个礼拜四不开。好，这边写下去就等于几个。好，给我一支笔。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些注意事项。新加坡看牙医通常普通偏贵，大概100到200块新币之间。然后去看牙齿的时候要记得带身份证明文件，比如说你的 ID 啊、工作准证或者护照，然后记得要带现金或者是信用卡。然后有些医生要照 X 光需要另外付费，然后洗牙大概30分钟，所以要自己安排时间。
然后接下来呢会有一些影片，还有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新加坡看牙医的一些资讯。然后这个网站是新加坡所有牙医的一个资讯的一个整理，然后你不管是做假牙，做一些牙齿的治疗，拔牙齿这边上面都有，然后还有很多一些卫教的东西都在上面，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哦。 OK， 我现在牙齿看完了，洗得很干净哦，就那个咖啡渣跟茶渍都不见了。它是先用水冲洗牙，然后把牙结石先洗掉，然后再用那个蓝色的那个 polish 的东西在上面抹，然后会比较干净。对，然后我牙齿是平常都有在刷，有漱口水，所以是其实医生说还蛮干净的。然后再就是有些地方刷太用力，所以可能会有就是牙龈受伤，所以医生叫我说不要再刷太用力了。嗯，然后之前是11月的时候会觉得牙齿有点怪怪的敏感，以为是蛀牙，就后来去打这边预约的时候，他12月已经满了，所以才不到今天1月，今天是1月5号拜三，然后刚好有排休假，然后就来这边看咯。所以这边预约很要排很久，大概1个多月至2个多月。对，所以如果你有牙齿的很紧急的状况的话，可以去看牙齿的急诊，或者是家里附近，因为我家里住东边嘛，可是我来这边看，这边是人家网络推荐是比较便宜的。今天这样洗牙，新加坡币是50块钱，然后我朋友可能在百货公司诊所楼上，可能就要200多块新币。对，所以然后又要加什么挂号费、看诊费，加全部加起来200多块，所以这家50块，我觉得是在新加坡来讲是便宜的。然后介绍给大家，那我们乔林子下次见，拜拜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